老婆还是女儿？一二三，哇，哇，哇，这个怎么答啊？这个，啊。嘿 ，Silence。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新传媒最新鲜出炉的最佳女主角胡玉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各位，我的 PA 比较浮夸一点。来坐，老板。好，谢谢。所以说大家好，我是诊疗胡玉诗，在我身边呢就是我的 PA 六月。今天呢我们要访问的是吴尊，走吧，帮忙收一下。可以，谢谢。可以，是老板，扎。老板，老板，看这里，看这里，笑。老板口渴吗？这是老板自选的水，他帮我拿了。老板，你会不会觉得这里有点亮？我并不需要，谢谢。我怕紫外线很强吗？哦，那这样我的灯光怎么办？还没有拍，还没有拍，还没拍。好，谢谢。嗯。你走了 P。哦，好，不好意思啊，已经挡着镜头了哈。退下。炸。这是我们嘉义人，你好，你好，我是他的 PA。Hello， 你好，你好。他们刚访刘畊宏的时候，就做了一个体操的比赛。哦，真的。他输了，所以他今天要当他一天的主播。他的情绪上比较稳定。他情绪上，你是赢家。赢家会得到一个私人的 PA。PA 就是我啊，对不对？对。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啊，嗯，对对对，你可以找我的 PA。哎，是是是是，怎么样？喝水还是什么？直接。可以，我还有一罐，等一下啊。你今天还是蛮可怜的。对。让我们欢迎吴尊。Hello， 你好，新加坡的朋友们，大家好，你好。今天呢，吴尊，你来新加坡是为了什么活动呢？哇，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的一个好兄弟的一个生日，然后也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然后呢，他来这边演出，所以我来这边当特别嘉宾。让我们来欢迎吴尊。从小就常来，对，然后开始健身也是因为新加坡啊。那时候我才大概15岁，来到新加坡，我看模特儿走台在 Orchard Road， 然后我看到他们的身材，我就在那边想，有一天我也要成为这样子。对，所以你就开始练了健身。那一天我回去酒店，我就开始做 push up。真的，就在新加坡开始。吴尊呢，其实对新加坡也是很熟悉的，很常来嘛。新加坡也算是我最熟悉的第二个国家。对，除了文莱，对，因为我们常来，然后在这边也有亲戚朋友，对，所以对这边都很熟。所以有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就是你来到新加坡你一定要去的？都是吃的，我都很喜欢去 Newton。因为在 food court 里面有很多东西吃，对，各式各样的食物，各式各样你都可以吃到，然后找一大班人，然后点了很多，然后各式各样都可以尝试到。那这样子的话哦，有没有什么食物是你一定要吃的，不能放过的？一定要吃的就是稻蒜，稻蒜啊，哦，稻蒜为什么？我超爱稻蒜的，对，从小开始。我不知道哎，我觉得它的那个 texture， 然后它的味道，吃下去我觉得就很喜欢，对，然后又配那个油条，哇哦！我是一个甜点大王，真的，我很喜欢吃甜点，对，所以像你们的绿蛋糕啦、稻蒜千层啦，这种我都非常爱。那最近我在你的社交媒体，我有看到你最近跟我们观众分享了你的新家哦 ，OK， 我觉得这个举动很大方哎，就是愿意去分享你自己的另外一面，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设计嘛。然后这个家我也是自己设计的，每个角落啊，里面的每个细节啊，都是自己去找要用什么材料什么的，所以都花了很多心思，就觉得说，哎，我这个作品我还蛮自豪的，所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然后也是希望可以就是帮助到一些人这样子，给他们一些小小的 idea， 我们也灵感对吧？一些灵感，对，是是。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玩快问快答了，对 ，OK 吗 ？OK， 准备好了，快问快答。米 goreng 还是意大利面？一二三，米 goreng。OK， 为什么米 goreng？ 因为意大利面我自己会做，那米 goreng 呢？我觉得来到新加坡一定要吃的，是。对，我那一天才吃一个 Indian 米 goreng， 超好吃，哇哦。哇哦，哎，这真的，你都有在吃美食哎，可是现在还是保持。我是美食达人，因为我觉得运动。哎，你减肥吗？你很爱运动，对不对？我老板没有给我吃饭，我老板没有给我吃饭，没给你吃饭啊、哦？那很可怜，对不对？我觉得减肥是给那一种不运动的人。
运动的人是不用减肥的，没错，真的，我从来不减肥的。好，那第二题哦，白饭还是炒饭？一二三，白饭。哦、OK， 那我们来一个比较刺激一点的问题了，好。哇呀，老婆还是女儿？是一二三。哇哇，这个怎么答啊？这个，这个 OK， 再来，再来一次。老婆还是女儿？老婆。哇、wow, ，OK， 对，为什么嘛？等一下，你女儿会看这个节目吗？她也会看，但她会明白的。OK， 好，因为老婆是辛苦的把女儿生出来，没错，对不对？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没有老婆就没有女儿。嗯，哇，所以你真的很爱你老婆。我很爱我一家人。啊，对对对，都一样。好老公，是不是？你看我的 PA 就是给反应的。哎、谢谢你。下一题呢，就是健身还是篮球？一二三。是不是很难？健身 ，OK， 为什么？因为我很久没打篮球了。哦，对，我现在都打网球，还好你不是问我健身还是打网球。你怎么知道下一题不是这一个问题？哎，刚才那个不是最后一题吗？健身还是网球？这个哦，网球。哦，对，因为我现在都。比较少健身了，我都把时间留到打网球。你看我都晒得这么黑。是哎、欸，可是他们说，其实如果打网球，你也可以在晚上的时候打。但是我很喜欢晒太阳，所以我就宁愿早上边晒太阳边打，所以我一举两得。其实吴尊很久没有出现在戏剧了。嗯，你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计划呢？我每一次看到一些电影，好电影，我都会很想要说，哎、欸，要不要再去拍戏啊什么的。但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这个时间段，我想花更多时间跟我的小朋友，对，因为我一出去拍戏就是三个月、四个月，那我承受不了，对我觉得我的小朋友很快长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很珍贵的。我现在可能就会把比较多的时间专注在综艺节目，因为我觉得综艺节目时间不长，然后你做你喜欢做的，比如说我最近刚刚拍了《这就是灌篮》，就是跟篮球有关的。那我很爱打篮球，我很爱运动，对，所以这个就是你做你喜欢做的东西。那我也有拍一些是跟煮饭有关的，我也很喜欢做饭，所以也很适合。对，好，那谢谢吴尊的时间，谢谢，希望你今晚的那个活动会顺利哦。谢谢，刚才一直在那边干嘛？腹肌，猫腹肌啊！不是，我叫你看腹肌，我腹肌，我说腹肌是什么？我今天是有去过猫腹肌，但是跟这个访问有什么关系？我就在那想。来，最佳女主角，我今天表现如何，老板？谢谢柳原，你今天做得很好，但之后别做了，我自己来吧。你干嘛这样？我以为我表现很好哎。好，我给你及格6分嘛。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通知，视频不漏看。拜拜。那老板，我辞职。哎，这是我的 backside。拜。